一阵阵汽车轰鸣声响彻深夜马路，桃园台61线大潭桥下，有改装车把这当成竞速赛道，疯狂炫技。 三百六十度大甩尾，轮下冒出长长白烟，一圈还不过瘾，再来一圈。巨大声响让行经驾驶纷纷停下车，还有不少人，特别下车观赏。很帅是不是？来抓干嘛？啊，敢飙车？还怕被抓？这是什么啊？深夜尬车的还有这位年轻人，改管炸街同样吵得让人睡不着，口罩遮车牌，想躲避查缉，躲都躲不了。凌晨执行反制危险驾车，请勿共取缔无照驾驶5件，遮蔽号牌2件，及其他交通违规3件。 桃园深夜闹哄哄，一个晚上就取缔10件违规驾车情事，无照驾驶就占一半，其中又以台61线狂飙改装车最嚣张，柏油路上清楚刹车痕迹，就怕轮胎 hold 不住，直接冲撞路人。班将调阅沿线监视器，通知涉案车主，答案说明，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。 深夜不睡觉，在大马路上违规飙车，享受一时快感，被警逮收1000元红单，脸上笑容瞬间消失。三立新闻实名记者胡家珍桃园采访报道。